是安雅，好久不见，希望大家在这波疫情下都平安健康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在 Mtn View 两房一卫的 condo， 它有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它就在 community center 的旁边，所以呢，所有这里的住户都可以有一个钥匙，经过一个 gate 就可以走到 community center， 还有它旁边的大公园，就是社区中心还有公园是你家后院的概念，所以非常的 lucky。另外，它的生活机能也非常方便，它离 Google、一些 major 的 grocery store， 像 Whole Foods、Walmart、Trader Joe， 还有 Mtn View 的 downtown、Castro Street， 还有 Caltrain Station， 全部这些都在五分钟以内的车程，所以它的位置是非常中心、非常方便的。另外学区方面呢，它的小学中学比较普通，它的高中蛮好的，是 Los Altos 还有 Mtn View High。 好，那我现在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这个 condo。 这 uni 前面就是一片草地，然后我们现在走进来，它是一个 downstairs 的 unit， 所以比较凉爽。信箱就在左手边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用 ring 的门铃，墙上写了 Alex turn on all lights， 他的客厅还有厨房所有的灯都可以用 Alex 控制。你们可以看到他的门也已经换成电子锁。一进来厨房就看到这个很有设计感的锅热水龙头，还有这个加大加深的水槽，很方便洗锅子。它的水也已经装了逆渗透的 filter， 抽油烟机很重要。太平洋，它也有 steam self cleaning 的功能。炉子跟烤箱是 Bosch 的黑金炉，也很好清洗。再来要给大家特别介绍这个，我被它电到的冰箱，好喜欢，好好装，看起来里面。哇，容量超大。然后它的 freezer 也真的很好 organize， 是分成两层的抽屉，真的看起来好好用哦。它的 backsplash 都做到顶，水槽跟炉台都是，所以也很好打理。柜子也都很新很干净。 Dishwasher 是 Thermador 的，然后它还有一个 wine cooler， 所有的柜子下面都装了灯，而且有三段式的光线可以调。客厅、厨房、走道、房间都装了很多的砍灯，所以整个光线就很明亮。它还有一个 good size patio， 坐在这里也很舒服。然后它已经装了 dripping system。再来看看左手边的卫浴，它是 mirror cabinet， 所以后面都可以放东西。 double sink， 地板是用木纹的 tile， 然后马桶后面已经装好了插座，所以很容易可以加装免治的坐垫。 shower 也是用Grohe的智慧型可以控温的，哇、wow。然后它下面的地板也是木纹的，它有直接铺进去，很好看。现在79度。来看看这个卧房，它的卧房 privacy 很好，窗户看出去这一排都是 guest parking， 然后对面也没有别的 building 的窗户。另外一个卧房也是一样，两个窗户看出去都是那一排，所以隐私性很好，而且光线也很好。
衣柜的空间也很大。那这个门后面是衣帽间，好，这就是这个 condo 室内。这个 sauna 它装修这些都是他自己住的，所以用料还有选 appliance 这些都非常的讲究，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厨房。它的 HOA 是一个月541块，包括水费、冷水、热水都包括，然后火险、外墙的油漆、屋顶，还有 landscaping， 还有fence， 这些都是 HOA 包的。然后这个社区有两个 swimming pool， 停车的话就是左手边的 carport， 那右手边这一整排guest parking 都可以停，还有洗车区。好，那今天就介绍到这里。如果对这个房子有兴趣的话，欢迎联络我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